哎，马伦怎么没参加？长安路。哦，这边也有。十字路了，向右转。一二三。这个才是真的不爬山了，不用爬的。哎，真的在爬山。阿莲，耶！搞半天，对了，他不会写说他不知道怎么下来的。那我问他敢不敢去，他说没办法，他压不上架。啊，那个，不是吧？
越滑越陡。从下面往上开。
婚，耶、yeah. yeah. ！苦中作乐。老公，你要笑啊！我很高兴的样子。把老公他一只脚。来来来来，老公，赶紧跟我走。老公，没有没有。今天你的都是负平伤的，要打负平伤的。来，那是正宗。嗯。你打光是过期，还是过期？啊，中。啊，中呀。下一次过敏的一种。转哦。第二次啊，第二次跟着林老师那边走完呢、啊，也还是把它走完了啊，还走完了是吧？走第二次要看精神的，第三次呢？走三次以后他可以。三次。两个面不一样，当然。好吃。他问我白二先生，没跟他讲。空了。卖过，拉面的。上面是七十九。到，邓体哦，就带了好几个女生到。哦哦。回家哦，还没进门哦。你背包拿上去洗呀。哇。这谁问你都知道。谁问我是君子。运动场那边开始走嘛啊，运动场，然后走费大楼，然后走四方亭，然后走建龙林。三八一峰、巨石林，然后带五五五峰，啊五五五峰，然后我们再往半壁山，半壁山，走都没走过。啊，半壁山，我开始要半壁山再退回来一点点啊，然后再走五耳茶壶山，然后春季堂，然后就早上我们走下午，下午，然后下午的话，我们就从春季堂开始，我们走这个无极索道，然后六坑。然后哎对，然后太极隧道，然后十三层长仁山，然后威远庙，威远庙旁边啦、啊，威远庙附近，威远庙旁边，然后水南山，然后再下到银行台那附近，啊，就是这样子是吧？好，我们大约真的没什么风景看了、啊，我都在看石头而已。今天是被你老婆骗了，因为我只要看石头，我就不会怕。好，我谢谢大家哦。今天这个我第一次来啊，本来都不想排这里，因为我自己不敢。然后谢谢阿米，阿米呢极力说要走这里，然后他选的日期，他这个今天天气实在太好，太臭，今天真的太好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
先生，大队长，我是阿杰。哎，我阿杰，你要林默嘞，我看一下。这个我带出来的，是我带出来的。一定往前，第一个跑第一个。建中，建中啊。我周俊吗？哎，Alice，哎，我杨锦哦，Alice。杨锦哦。哦。吴新锦，这是他派的。我洪淑珍。我阿明。玉米。玉米。老早。我周俊年来自中南，谢谢。我周俊年来自中南，谢谢。我周朝军。我老公志清。我老婆宝丽。好，我老婆宝丽。好，婚纱乐的。这个介绍是要这样介绍，对。Lucky。到了，哇，快了，就到那边，那边那个，然后上，刚刚那个是在山上面，哇，这个300公尺，哎，难怪以为今天都没出席，哈哈哈哈哈，不能以为人家都没出席，二三，来比大手势，来一。被你们都出。 这个叫水南山，水南山，哦，这让座哦，哎，这个要。